法司法前一定要阻止。他们是撒旦营，拼命的反对我们，威胁我们，就是因为……二姐，你干脆诚实一点，说你们在交往，我们让你们很碍眼好吗？真虚伪！不要放弃手上这张王牌，把我受气，一下被奉还。八大戏剧台晚间八点，结过一次了。